气活啊，一般人烤不了呢。力气活，看着没？这个美女还挺有那个表演天赋的呢。还使劲呢，越说使劲越使劲呢。挺配合啊，挺配合。能吃辣的吗？辣的能吃吗？辣的你少来点吧。行行，辣的也行。没给钱呢？没给钱呢，给钱。我还没给钱呢，哎呀妈呀，差点没白吃。多少钱？差点没白吃。哎，啊，我都忘了。我都忘了这事儿了。我也没合计。我吃饭还需要给钱吗？啊，大漂亮，不是，我吃饭还用给钱吗？光唠嗑了，不给钱呢。我都忘了，我净寡的是要了，没合计给钱的事儿。有才不？光唠嗑了，没合计给钱。好了，拜拜，今天吃冰激凌不？是不是？哎呀。真是那个呀，真是那个呀！不吃了，不吃了。那咱们小撤吧。吃饭都不用花钱，咱从中间走啊。中间有没有啥？就看那个夜景呗。那咱吃完的吧，鱿鱼吃完的吧，还是回家吃呀，对不？不是他那个太闹挺了，我觉得呀。前面有亭。坐着。不是，那有凉亭，往前走呗，往前走呗。这嘎也能看清。那有桌，小漂亮渴不渴呀？小漂亮。可不可含水了。渴不渴？不渴。不渴。不渴。走吧，太累了，都太累了，走吧。这热吃，等一会儿让老伙吃呢，这玩意儿咱俩不吃。那就做热食呗，做热食也可以。行，那你吃呗，给你我拿着。我来吃一个，我拿吧。你能拿了吗？你拿不了。渴了我报销。别介了。说话呗，妈，这看这老些人报销呢，行不行？小漂亮要吃麻辣烫，刚才买了份麻辣烫，完事等一会儿回家再吃吧。那渴了是不？快赶紧的。赶紧的，去渴了有人报销，去买冰淇淋去。对不对？不会。买吧，买吧，也拿钱。对呀、啊，施少先说报销了。对，那就喝呗，姐。对呀、啊。有点咸呐、啊，真得喝点水。去买去了。